你这个人这么有趣啊？怎么会没这有样啊？啊？不是你啊，这个这边要怎么解？这边要怎么解？那样子解啊？他人已经来了。那你回去啊？不是，人哎，我没想过楼梯可以跳哎。人在哪？人在哪里了？这怎么跑啦？开门啦！不是，重点是跑去哪里？谁知道路呢？哎，跑到外面他就不见了哦，是吗？你问他喽。哎，真的跑到外面就不见了啊！外面怎么一堆餐桌上面都积雪？我就不相信有学生会坐在这种死地方。现在3更半夜的，不要吵，我不管。也不理我，哦哟，他还是不理我，哎呦，我的耳朵他啦，真我也的不很害理我，怕啦。他不理我。哎，对，那个门是冷冻的插门呢。没工伤喂。没事没事，好他不笑。理我，打开，未解锁。嗯，不是他不理，这里要怎么走啊？老话一句喽，你说看地板哦，不是，不然呢？给我200块，嗯，请付费以解锁更多哦，的DLC 还真的看地板有用哎。请付费以解锁更多的 DLC 内容。哎，原来真的是看地板哦，可恶！停，他不理我。有人说你在玩神，还玩神魔？我才刚开而已，听得到。Hello，走哪边？左边有哦，走右边没有路啊，北七哦。哦，这很机车哎！F2 正在保存中，哦，正在保存中。F2，等一下，你现在是弄那个它官方的语言还是？对啊，官方的中文啊。我来看看有多好。打开！等一下这里应该没有，哎，我真的回到学校里面来了哎。这简体。噔噔噔噔。你看得懂简字哦？一点点啊。锁住的。难不成要我开冰箱吗？不是，这里，哎，你就把我关在这个小空间里面，是要冲啊喂？把我关啊！哪里可以出去啊？这里看起来不像可以出去啊！我一定又遗失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然后你们又在笑我，那边就可以出去，你又不知，你又在那边。哦，这里啦，北七哦，门就在这里，是有病哦，我还被关注哎，那边可以出去你哦，这里不就是一开始我们然后摄像机然后画面带到的地方吗？喜欢就多走一点啊。下周三次断考，加油哎！这边又锁住了。Exit，我要去 Exit。天哪，Exit。为什么？出口居然是不能开的！你这个逃生门有瑕疵啊！哪里啊？这里哦，是不是这里？又锁住啊！你什么都，你全家都锁住，你全家都锁住，你知道我怎么？哎呀，这里刚刚这个也是锁住的啊，以堵塞啊！怎么可能？我在学校的餐厅迷路了吗？你在学校里迷路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在学校里迷路。哦，该不会是要看这张纸吧？有啊，这不是看过了吗？你并不孤单。喜欢多看一点啊。先录。哎呦，它长出枝叶来了，藤蔓。它长出枝叶了。哎呦，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？Jessica，Jessica 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就可以录起来，真的是哦。等一下。这夜市有开跟没开，Jessica，也太黑了吧！靠，看不到。对啊，这里怎么看不到？这里要怎么走？看不到。这里要怎么走？这里要怎么走？开灯。不是这里开灯也没用啊。看不到。不是，我知道看不到了，可是这里开灯也没用啊。怎样？看不到。我知道啦。按 V。你说要用声音来听他的位置哦？你问他。您是我的救世主。太黑了吧这边？
你要看不？我知道啦。其实听不太到啊，这个，而且我夜市还开着哎、欸。然后看不。好，等一下啦。Hurry， 看看你的指名。不要啦，不想看指名啦，我想看子鱼。哎、欸，人呢？他奇异笔出。啊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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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那个镜头要去洗一下，要换电池了啦！走啊 ，Jessica 是女生的名字啊。哎、欸，是这边吗？哦，你这是歧视哦。等一下，是这里吗？你意思就是 Jessica 不能叫男的哦？不要吵啦！问你话了吗？以后你就弄一个，那我就偏要叫他 Jessica。靠！你这屁孩好不好？你有小孩，那我一定要叫他 Jessica。这里怎么走啦？不要 Jessica 了啦！我找不到路啦，救人啦！我忘记这里是哪里了。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跳的地方啊。哦。你那个啦。哪个？要跟你讲吗？好。你现在线索就是一直在出现的那个玩意儿。字幕、啊不是石头哈、啊。字幕啊、哦？字幕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。有您的手有啊，字幕一直在出现啊。对啊，啊，你有个方法可以知道字幕从哪里出现的？啊，白痴！这里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他可以爬过去、欸啊，我觉得可以、欸。我有点忘记这里是哪里了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里爬不过去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忘记这里是要找路还是找人了、欸？其实，哎、欸，你试试看好了。不是，可是我觉得可以爬过去啊，那个洞爬不过去哦，好吧。那就算了。怎么可能爬不过去？你，我觉得可以啊。看看您的指名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其实我有点忘记这关是要干嘛的。有种能力叫听音辨位哦。那对啦。听音辨位。欢迎的。右边。就是那两左右两边的声音一样大，就是那个，他就在这前方。Jess, are you there? 在前方？对啊。不是这一个。你好丑！你怎么那么丑？你不要去吃衣服啦！哎，哟，干嘛？衣服好吃吗？不好吃。你不要一直吃衣服好吗？他要我往前还是往后？哎，不要放那个声音啊！他自己跳过去，我要不能控制。还捡？哎，衣服好吃吗？不要吵！你不讲话，没有人当你是哑巴啦。有啦。谁啊？你啊？我没有啊。那我可以讲话吗？不行。你为什么要吃衣服？我没有吃啊，那为什么要？就害怕呗，你有毛病吗？害怕。但是我一根脚壶不太对劲，哪里谁不对劲？哦，你们到这里了。壶不太对劲，哎、欸，那个是船吗？欸、我跟你讲，你只要碰到那个水啊，哎、欸，你就，哎、欸。这里，等一下，我真的要走到那个水里面吗？没这么夸张吧？这里应该还有地方可以去吧？你喜欢就走上看、啊。下水有彩蛋。不要，你们这样讲，水里等一下，水里面一定有怪物，对不对？你才怪物啊！水里面一定有怪物，你们这样讲，完蛋了，我不要去那个水里了。现在跟你讲说进没进水你就破不了关，看你怎么办。我不要啦，你们有病哎、欸，你们真的是有病哎、欸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太快换电池了吧？对，哎、欸、呀，你玩到后面有没有发现拿电池它自己换掉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现在没有啊，我电池只剩一个哎、欸。你没这问题哦？没有啊。啊不。
你要出多少？哎、欸，对你现在开起来害大家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你在那边为了看起来，然后开电脑，然后就中毒了。不会啦，掉到水里啦，然后嘞？ Let me help you. 让我来帮助。等一下，一定有鬼，一定有鬼！什么？帮助我什么？好帮啊！游回去！我不要在水里了，哎呦！没有想象的恐怖了。那、啊，死掉会给电池，难怪电真的假的，难怪电池会越来越多。真的假的？普通死掉会给两哦，难怪哦，哎、欸、啊，这样就死翘了。那我可以洗电池吗？你就慢慢洗啊。所以等一下，我刚死掉了，然后电池没有，还是只有一颗啊。好不，俩高铁啊，这边我不会真的只有过水才能解这关吧？是啊，那我要怎么解啊？除了游泳，你有别的方法？搭船哦，叫别人游，靠游，找船啊？船？我要找船？哪来的船？这种东西，这里真的有船吗？你问我喽？不是，我刚好看到一个啊，可是被两个油桶塞住啦、啊。那去搭油桶喽？搭油桶。有啦，你找别条路哎，有个地方有一条路啦。有一个地方有，你这样讲谁知道啊？我不能讲太多啊。有一个地方，往左还往右？牛市，对，有牛市哦。往左还往右？哎、欸，船是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个已经残破不堪的啦，这个坐下去我自己也要命的啦。房子？房子里有船哦。我看起来像房子吗？好啦，这个缸都开过啦。啊！往上，哪里？该不是这里吧 ？Hello？ 可以扶起。Hello？ 莫西莫西，哎、欸，我剩十层了、欸。不要吵，是上面那边吗、啊現？现在不用提病毒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真的，我靠，自己改造哦。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紫霞男，那我扣零啦。往上哦，啊不就我刚来的路吗？有一条路啦。是我刚来的那条吗？当然不是。有一条路啊，往左往右，你要跟我讲一下，不然我就傻傻在那边左右跑哎、欸。我只怕我记错而已。那你讲啊。房子，房子什么啦？我好像是走那一条啦，我忘记是不是那一条了。房子，我在这里有啊，这里是一个高处啊，然后我刚刚是从那边下来的、啊。没有叫你走回去啦，没有叫我走回去。房子，那我还要再走回水边。还是我记错，我真的怕记错，我记错他又有机会可以笑我、骂我、打我。你怎么哎、欸？这种东西为什么你有办法忘那么快啊？就摸一下嘛，为什么我好像跑不太动的感觉？我脚是瘸了吗？你胖了，你胖了，就跑一下。房子，等一下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哪里看起来有路好不好？哪里看起来有路？来，我们来找一下啊、喔。那你的房子能进去吗？有一间是可以进去的啊。那我好怕我记错地方哦、喔。哦，你说可以进去的这间有路就对了。我有没有记错啊，各位？谁知道啊？有一间是可以进来的啊，然后，哎，窗户出来吗？跳窗户出来？是吗？然后再跳进去？哎，对，这隔壁间哎，哎，隔壁的，我看一下画面好了。哎，我把隔壁的门打开了。有必要啊？船呢？我房子的那个都解掉了。好吧，房子好像只有这样子而已。我看我记错了。哎 ，shit！ 你看，这我才不想讲。他有路的地方看起来有路，废话，有路的地方看起来没路，我就把这游戏炸了。我看一下附近。好啦，
你快点啦，你好久哦。你鸡屁。我鸭屁的鸡屁。因为我知道是要找那个东西，可是忘记那个东西在哪了。那个东西看起来随时都会沉掉啊。那个东西随时看起来都会沉掉。你要做一个随时看起来都会沉的东西过去。真的假的啦？太 OP 了吧？可是忘记在哪了。你忘记在哪了？我现在也不能马上给你。等一下，这里吗？这里吗？是往这里爬吗？是往高处爬吗？你爬上看啊。好像是等一下，这里可以过来了。然后再往上，再往上。等一下，有东西可以记录，可是不知道记什么。这边给他记录一下，给他记录。有，碎，应该是这边哦，应该是这边哦，给他记录一下。我记录一下，录个十秒啦，太久了吧？这里哦。干嘛又鬼了？是不是？然后他们会突然从水里跑出个三十只妖怪，然后一只只闪过，然后跟他们猜拳。他刚有写保存中吗？你问他。我不知道，怎么又来到一个？你录完都是按 tape 看一下嘛。Tape 好啊，他会对于那个影片说明一下。目标找到跨湖泊的方法，这个影片。我说你录起来那个。我有啊，然后开始按空白键。他会讲什么？一座塔不是无线电，就是微波中继，也许是个文明社会吧。我知道啊。把你当白痴。哪里呀、啊？那边有路可以下去天啊，那边有路可以下去。这样也受伤，你他妈玻璃哦！那边有亮亮呢，要不要下去啊？亮亮，不对，这边这样过去，直接过去会死掉吧？不是，要跳过去的意思吗？你喜欢吗？保存中，正在保存，碎，喜欢就摸一下。正在保存，完美。这个亮亮是什么？火而已哦。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、啊？这边，这个火看哦，这样看这个火好美哦。这游戏也做得太真了吧？各位，许个愿哦。我希望今天，我希望今天同一师可以赢球，谢谢。这个火可以熄掉吗？不要许这种愿好不好？很惹人厌你惹我厌，你破坏气氛哦！你为什么要惹我厌？什么惹你厌啊？这 BGM 怎么了？又有人啦、啊！怎么多人啦、啊？不要叫你不要放我声音给我听啊！我想听 BGM 而已了，结果根本什么都没听到，只有你的声音。对啊，讨厌！你可以唱给我听吗？不要。那我自己听好。好。所以这边是个文明社会吗？我想吃烤肉。不是，这边过来了，然后。那个湖很大，你要走很久。有电池，碎，完美。还有一张纸，看一下。如果你找到了，直接返回神魔，神殿之门，告诉克诺斯神父。好，不管。不要对着麦吹啦！我们肯尽量的控制啊。哎呦，怎么恐？是船。碎哦，就是这个啦，完美，棒棒的，划船喽！它可以左右吗？神魔玩太多，神殿啦，看错字了啦，用 W 来划桨 ，AD 控制方向。好，你要那个按 AD， 真的吗？这也太蠢了吧！屁呀、我才不相信W 按住就在划了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凶我？直接一直往前就可以吗？还是他要左右？可是因为我觉得左右是没东西啦。看你要不要甩尾喽？神魔、敢做这个真的很有勇气。我要回头看一下，那只水鬼没有追过来，这边就可以回头嘞。如果是你，干嘛？你敢坐这种船吗？谁敢啊？拜托，龙时时都会沉下去一样。我是不怕沉下去啊，我是怕下面那一只把我抓下去啦。你不怕你太重把它压下去你好棒有人说过你很棒吗？
没有。各位观众，快点说他很棒。不要。露娜，露娜去啦！我已经不知道我滑到什么方向去了。等一下，他不是说左右控制方向吗？我到底滑到哪里去了？要玩很久、哦。真假的啦？我花30分钟才会到。也太久了吧！也太久了吧！哎呀！到了，滚啊！你们这些酒王，也帮我骂他们好吗？不要，不是，刚刚什么东西伸出来啊？哎呦！怪物啊！哎呦，我你突然一堆死鱼哎、欸！太好了，这个不怕那个鱼。录起来，录起来。啊？录起来。哦，有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样子渔民不怕没收获嘞，没有淡季旺季的差别了。你北极啊？啊，波涛汹涌！天哪、啊，刀汹涌！哎、欸，不会这样就死了吧？会啊。没有碰到水就死掉这种烂东西，你又不是大熊。雨下太大了。雨下太大了，救命啊！会死人的。等一下，哎、欸。怎么又被抓、啊？他完蛋了！船！我现在怎么挣脱？我现在怎么挣脱？好像快抓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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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木筏真的上得去吗？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他一直喘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怪声啊？因为他刚刚一直喘，然后他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才这样子啊！完蛋！被玩的啦，它坏掉了。怎么可以那么高兴啊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刚刚声音很好笑啊？啊？刚刚声音很好笑。哪里？啊！气死我了！等下这边知道滑去哪里啊？这没有无止境哎、欸。岸边。岸边。我是不是卡住了、啊？这是要破船。你卡怪了。这东西真的能坐吗？你都坐进来了。哦。嘟噜噜噜嘟噜噜嘟滴滴。我怎么觉得随时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船随时会撞垮一样啊？等一下，真的卡住了啦！倒退啦！这船有没有这么破啊？我明明是按左右啊，为什么？传说中，只要你闪过那些石头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用解这一边喽。哎、欸，他故意让我卡在石头上哎、欸！你也知道这船有个破、喔。天哪！那是什么逃跑啊？为什么有什么好逃跑的？你不跑吗？跑啦！就是那些人，他们抓走了林，我们已经接近了。哎呀 ！Almost there, 林。我怎么看见人死？邪教想要杀死他，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们。欸、我在泛舟哎、欸，那现在又不是台风天。到底要滑去哪、啊？这也太远了吧！咦、欸，我已经快要看不到路了。咦、欸，怎样？没事。哎、欸，正在保存有哎、欸。我影片不小心发完了，我又要剪了，讨厌。什么啦？我影片不小心发完了，我又要剪片。你有这么懒吗？很懒。哦，
没用哎、欸。翻过经验。不要，你叫观众帮你捡啊！你叫观众帮你捡。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前面有一个什么水洼喷起来了啦，在干嘛啦？烦哎、欸。然后一堆这个是什么尸体？可以录吗？可以哎、欸，录一下，录一下。水洼。哎、欸，这边划船这边也剧情也太拖时间了吧？一定要拖成这样吗？这里才是划30分钟。对啊，这边时间很拖哎、欸。还没划完哦。我知道，还要继续往右。我已经看到路了。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